各位同学请就坐哈，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开始上课。好，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开始上课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同学，上课前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哈，看没有关机或关静音哦，谢谢。好，麻烦尽快就座哈，要准备开始上课了。啊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这节课是由我们新竹州的郡守哈，郭伯学郭郡守带来演讲，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大家同心，大家啊，大家安哦，大家好。即近来几啊百个哦，真侪人。我先请教恁一个问题哦，恁是介伫网络看到入来来听课人来举手？哦，两三个俩哦，还是大部分拢是人来介绍的加较侪啊吼。啊，我本身呢，我嘛是伫网络看，啊看了啊半年吼，啊拢因咧看时阵，着嘛去找资料啊，啊找哎，拢确实有呢，哦，像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啊是迄个马关条约，我拢白纸黑字，啊个上重要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哦，去告美国，迄个判决书，迄嘛拢有，哦，当然我拢会直接讲。啊，咱我今仔要讲的，就是法律台湾，台湾法律哦，这是咱唯一呢，哦，会咱纪念台湾的迄个唯一的路啊，吼。无电了，海关已经 ，OK。要讲真正诶，咱先爱了解咱家己诶祖先吼，是倒位诶吼。恁伫即流亡政府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拢甲咱西南人讲吼，讲咱是汉民族吼。啊，其实实际上诶，恁伫拜五啊，甲顶一节迄个徐教林老师拢有甲恁讲过啊。咱根本咱是咱迄个南岛语族诶后代哦。哦，大部分拢是平埔族甲高山族，哦啊，从个什么乌波上啊，然后伊嘛是认出做老爸在拜什么皇帝这个祖先，这皇帝这根本拢是假的啦吼、哦。啊，咱来用迄个科学来证明讲哦，咱本土台湾大部分呢，哦，拢是迄个平埔族甲高山族哦。啊，恁妈哩伊着用抽血 DNA 哦，是袂讲袂出来啊。哦，伊刚刚讲哦，85%吼，诶，台湾人诶，拢是，吼，即拢是迄个高山族甲北部族吼，诶，迄个血统吼，啊，所以等于85%就是中国人民嘛吼，所以85%就是咱本土台湾人，哦，即用即咱根据，哦，对咱来证明讲，咱 DNA 是，哦，是迄个用科学来证明诶。啊，正是即个徐格林老师嘛有来讲讲，咱所有人类员拢是对非洲出来的，哦啊，经过这个哦啊，迄个就是迄个国家地理频道哦，伊就甲全世界的人哦，做一个实验哦，差不多有60几万哦，哦用迄个什么用嘛是用 DNA 啊，甲所有人类的迁移这个图啊，拢啊做出来。其中的上条啊，这个 M174，哦，就是这条 M174，哦，伊先经过非洲、哦，印度，啊过南美洲，哦，啊过到咱台湾过去日本过去韩国到去中国的下迄个中原，所以呢，
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啊，基本嘛是算中国祖先之一啦。哦，伊毋是咱的祖先，是咱是因的祖先之一咯。啊，即那我来看，咱来那看，恁，请问恁刚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啊？哦，啊，无人举手。哦，佫袂少吼。啊，关于刚啊，关于伊个申请，你也去申请哦。啊，去申请哦，迄个日本时代的田本里头拢有看到这個，哦，从阮家内底有一个宗族，哦，啊，这个宗族呢，哦，经过日本，哦，这個、日本时代的宗族大概有迄个战锤有来，啊，福、贡、汉，啊，色，哦，色就是迄、那个，就是色，就是迄、那个色款，就是边部族吼。阿哥呀，阿哥姓哦，姓就是迄、那个，就是个山族。哦，阿支就是支那，就是中国人。哦，阿哥有迄个朝鲜人，阿哥有闽人。哦，啊，你也不是要讲，刚刚足奇怪。啊，广东人甲汉甲迄个胡，迄拢毋是支以前的中国人。啊，是阿因阿无改编。变了做伙，甲万人把变了做伙，哦，这伊安尼变的个用意哦，伊是根据吼语族啦，就是讲，哦，会晓讲个，哦，咱即马讲个台语个，就是福，啊，会晓讲个客语个，就是迄个讲，啊，这汉呢可能会晓讲北京语啊，哦，还是万人拢会晓讲北京语啦，安尼分出来，啊，无你若讲。你若讲哦，你若讲按种族这样分哦，按根本广甲汉根本就是拢中国啊，因都合作袂得好啊。哦，主要伊安尼分就是安尼。咱尾啊会当看后壁哦，阮做迄个，即因为我现在申请身份证哦，现在甲我所有的祖先哦，查到上后尾，规拢啊查出来。哦，啊查出来呢，啊查到迄个阮的太祖啦。啊，我啦，每一当咧拜望哦，刚看到遮咧望拜祖太啊，哦，太多了，同话祖太，啊阿祖甲阿公啊，啊这个望拜就无个样，啊等所以咱啊以前我年代哦，我应该是看五族咧啊，啊，诶，进前迄个哦，你问政府讲，还是讲汉迄个什么啊？清帝国时阵呢，伊就刻一个族谱十五代。啊，甲迄数字吼，即种个拢是假个啦。哦，咱看到个，即马目前我所伫日本时查到是迄个阮个太祖。啊，你看我阮个祖台时阵呢，就是我查个时阵哦，也是道光十九年哦，就是1839年个下个时阵哦，迄阵日本个就拢甲这资料拢啊迄个做个详细啊。哦，恁也有兴趣啊？恁会通去查恁的迄、那个，哦，恁的迄、那个祖先。哦，一般拢就是风嘛吼，啊，这是讲有白卡无白卡。哦，这是阮的，迄、那个，也是阮太祖哦。啊，你也查到汉无？这可能是讲会晓讲北京语的吼。哦，啊个讲，哦，讲客气个，哦啊，食款，哦，你若上趣味个，就是迄个家里呢，福甲色个，教人讲个福甲色个，即意思讲，即个吼，会晓讲台语，佮会晓讲闽南语啊，哦，啊，你看阮。哦，我是屏东人哦，屏东人的马卡道族啊，从阮阿母啊，哦，你也看咱的祖灵线哦，一般倒手正手吼，哦，拢有祖灵线哦，从个有两条，一般两条就是正，一般是讲较正的平埔族，啊，因为咱啊，哦，伊正手倒手，这拢有，足明显，哦，啊，这我系啦，一般哦，你也去查吼。查甫较无哦，查甫拢爱手啊举个，伊一条较会出来啊，只能。哦，啊，即我的脚，我的脚只有
必顺。啊，人有人讲，哎、欸，讲伫中国啊，中国讲无有迄个从安尼，啊是安怎？哎，就是这张图啊。啊，咱就是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嘛，所以因也嘛有看到，有迄个祖灵线一条啊，啊嘛有迄个必顺，啊，佮大部分拢是无较侪啊。啊，假使也有两条的吼，祖灵线也有两条，报名你就是被补助啊。啊，一般是岩灰哦，岩灰这道知影啦。啊，即阮某的，哦，了一条，了嘛一条。啊，即阮查某囝，阮查某囝着两条。哦，啊，即伊的正手。啊，即阮细仔查某囝拢有啦。哦，恁若详细看，拢有哦。咱确实是北埔族的后代啊。啊，咱拢上课哦，拢敢知影哦，中国有几啊族，几啊族。啊，咱敢知影咱台湾有偌侪族，有遮尔侪族啊。啊，你敢记得起来？哦，像讲汤圆甲迄个新竹的，因就是迄、那个，因就是道卡斯族啦。哦，啊，从我住伫屏东的，就是马卡道族。啊，台南的，就是西拉雅族。哦，啊，迄个什么啊？迄、那个总统府区有一条路叫做迄、那个。凯德兰道吼，这嘛是一个平埔族，有遮尔侪族安尼，吼，阿介咱即摆即个都拢爱阿记起来啊。按个人拢同款，咱的血统拢是同款，拢是南岛语系的，哦。啊，即摆要来讲，哦，来了解咱的祖先是伊、那个是南岛语系吼，唔、哦、是汉民族吼、哦。啊，即摆就开始来吼。哦来解说讲咱的法律，哦，法律台湾甲台湾法律，我即要解说就是讲哦，像那国际地位正常化呢，哦，甲迄、那个哦万国公法，哦，啊甲古民说和平条约呢，会当互咱的咱台湾国际地位来正常化，啊是安怎？是啊，国际地位是反对美属哦建国独立还是自治？哦是安怎？待下我会来解说，上尾啊就是。咱即马台湾诶实际国际诶地位，就是日本天皇有迄个咱即块土地诶迄个就是所有权哦。啊，美国有咱台湾即块土地诶迄个占领权。我等下解释，然后即奈即奈安尼。我啊，伫迄个就是伫迄个拿破仑进前哦。就是迄阵咧，就是吼啊，先战争战赢，你就占开迄土地，就已经就是厉害啊。按过安尼造成的，哦，造成会常常战争，所以伫拿破仑之后，就是1830年了后咧吼，为着要防止战争的，就开始注重迄个国际法，啊，国际有包含万国公法吼，啊，国际战争法。啊！你看，咱即马，恁即马所今日即礼拜哦，即三天所教的，就是人讲即三项上重要，就是你把即三项记起来，就是领土的主权的移转的，一定是要有根据的国际条约来依据安尼。哦，像讲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就是伫日本来签好，就是下关条约嘛吼、哦，就是迄阵迄个大日本帝国的美好。韩国的独立嘛，哦，无啊，讲脱离这个中国的迄个啥，迄个藩属国，所以伊就支持韩国独立。按过迄阵大清帝国讲无爱，尾仔就发生战争，哦，战争了后诶，伊就战争了后两国战争诶，结果大清帝国迄个战败嘛，就签迄个哦下关条约，啊下关条约就甲咱台湾甲澎湖哦，拥有关了互日本天皇。所以日本呢，日本天皇靠咱台湾这块领土的迄个领土权，啊，伊嘛是有迄个签国际条约，就是哦下关条约。啊，过来就是万国公法，万国公法就是主要是讲哦，这万国公法伊嘛坑你迄个旧金山，不是旧金山，就是联合国的迄个啥，伊的宪法哦。哦，啊，伊内底就嘛是有一条讲哦，领土的完整，哦，之前无有发生克里米亚，
哦，克里米亚伊对于迄个乌克兰诶，因咧区域诶人，就是俄罗斯因后代就讲哦，我要公投独立，结果因迄区域人差不多有97%通过，啊通过了后诶，另外个尾啊嘛是无同意，是安怎？因为伊违反一条。韩国讲话就是讲，你的人的领土主权的，你袂使讲讲你的公投，迄就是你的。啊，迄、那个共和国，因的领土主权就是伫因的国会甲因全公民的手中，就是讲克里米亚，因也要先讲过吼，得爱先国会同意过，同意过了后呢，佮爱因乌克兰全国的公民公投过，安尼因较会使，哦。所以韩国讲话主要是讲哦，主权领土是袂使分割啊，就是领土的完整哦。这甲联合国的迄个领土完整是同款的。啊，第三个吼、哦，国际战争法，国际战争法就是咧讲哦，占领的袂使移转主权，啊，等于你的即马伫这流亡政府的嘛袂使就地合法咯。啊，我这小姐这是罗马语啊，哦，台语罗马语。啊，就是有这三条诶，互咱台湾呢，吼、哦，互咱台湾本土诶，吼、哦，根据这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呢，哦，就未互中国，哦，还是中国人民来并吞哦，哦，这是足重要诶。哦，咱今仔这三天就是咧讲遮啦。我、哦啊、这张图就是讲哦，迄个马关条约签这個。签约迄个啥物马关条约签过了后诶，啊日本大日本接收诶时阵，迄阵诶台湾诶领土就是大清帝国伊会晓管了，就是迄个西半部了。哦，啊西半部拢是，哦拢是咱诶北部族，啊阵高山族伊无法度治理哦，所以即、這个土地对大清帝国来讲诶，伊是是殖民地啊，啊殖民地会使分割，毋是哦即阵。即阵即个台湾呢，唔是大清帝国的领土，所以是会使分割的。啊，领土就袂使啊！吼，咱拄仔讲的遐。哦啊，迄阵伊接到了后呢，哦，伊就去问美国，哦，因迄阵为美国的，因嘛有迄、那个，因叫做印第安人嘛吼。啊，因就去问我，有内底有迄个高沙族的时阵，啊，我要安怎啊？安怎用啊？就变成土地，就是我的哦。啊，美国就也讲哦，你爱把它征服哦，爱得经过哦，利用十档哦来征服哦，完全。然后诶，搁实施哦，皇民化吼哦，讲日本话哦啊，互咱台湾诶哦，迄、那个现代化诶教育、现代化诶医学吼，伊、哦、无已经无甲咱台湾是当作是民地，伊是哦用心来建设咱台湾哦。啊，上重要就是。哦，1945年4月7日哦，提我们教书哦，哦啊来宣布讲哦，予咱本土台湾人哦，会使参政，啊个会使咧哦参政跟参战哦，安尼得迄个根据国际法，安尼即块的领土的偏哦，甲福尔摩沙都是迄个日本天皇的啊吼，就变成伊建成的领土啊。啊，领土是袂使分割一个。啊，伫天皇还袂宣布进前诶，吼、哦，伊个钱诶，当初是拢用台湾银行券，哦，因为迄阵阁算是民地啦，啊，袂使，就是爱用台湾诶名。啊，过伊伫1945年4月7日实施了后诶，吼、哦，就变成日本天皇诶领土。迄阵伊个日本的钱就会使直接自咱台湾遮来迄个使用啊！我咱看，哦，较大张就是安尼，哦，遮的日本，哦，日本银行券，或者搭台湾银行，哦，即张就咱伫咱台湾用啊，为着变成伊的领土。啊，毋过日本你也讲按照迄个国际法哦，实际上诶。迄、那个古神龙吼，古神龙伊伫迄个1934年诶，日本得来提名，回做迄、那个做贵族院议员。贵族院就是咱即马讲诶迄个
参议员啊，哦，伊是台湾第一个，互咱台湾本土台湾来执政的，安尼就等于诶，等于万国公法哦，即块土地就基本诶领土啊。哦，基本伫1934年第几，那伫迄个外国国际来看，伫1934年就是啊啦，毋免讲到1945年啊。我爱做呢，你看，这是古神龙，就是徛遮，啊，这是引导，我啊，大家伫遐咧台庆祝，我啊，这迄阵有学生，因个工学校个洛江个工学校，我伫遐游行哦，来庆祝，啊，伫伊头前个空地，伫一定遐办桌啊，哦，好，这古神龙遐呢。我这即卖的厝，个还有地，足水吼。啊，即卖就要来讲吼美展吼，因为美展这是1945年，大部分可能拢个是囡仔，还是个有时个还未出世，所以说咱就先用放假，我来讲给大家人听。啊，这个人是迄个杜王伟，恁也要来看。啊，不过伊的观点吼，伊拢是。把日本当作是视频监控哦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迄个中国人民哦，迄中华民国日本政府伫咱甲咱洗脑，甲咱做迄个分化哦，这是唔对吼。实际上，咱日本呢是甲咱台湾这个土地是领土啊，甲咱台湾做足侪的迄个的建设吼。哦，这条关注怎啊走？就是咱本土台湾人苦难下开始的，70几、70冬啊。哦，关注走就是1845年8月初5吼，日本天皇就宣布哦无条件的投降哦，无条件哦。哎，无条件，我来根据这个波斯坦，还是个虽然是无条件，但是上尾啊嘛是爱渐渐也要结束，一定要签一个和平条约哦，就是讲和平条约。啊，迄阵呢，以前日本呢，哦，总督啊，吼，啊，听到安尼足伤心，哦，啊，有时是讲哦，唔愿投降啊，按个日本天皇啊下令，因就一定爱做吼，所以因拢足守规矩的。啊，迄当时诶，日本诶，有一方面讲法，就是讲鼓励咱台湾人吼，来自治啦。哦，麦，因为迄阵引进消息知影，就是讲，迄阵要叫哦，麦克阿瑟第一道命令，就是要叫哦，迄个蒋介石吼、哦、来接收咱台湾。按个，因就知影讲哦，啊，互因接收咱台湾会足凄惨哦，啊，伊就建议哦，这种个日本人哦，就当建议讲哦，先立台湾治安维持会哦，助台湾自立。按个。上可惜的是，迄阵的读册人哦，反对啊，林献堂因迄区人哦，反对啊，因为你也看因进前的诶，你也上维基百科，因虽然就受到汉学吼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就是汉学儒家的思想哦，因拢迄阵因虽然是做迄个日本的县议员，不过因也是认为讲哦，伊的祖国就是中国啊。啊，所以伊讲蒋介石中国迄边要来接收，因足欢喜啊！因讲会当回祖国啊，所以因就当时就反对，哦，因就反对。当初是讲哦，因讲台湾兵哦，台湾的兵甲迄个学生的啊兵做军队，啊武器啊，甲装备拢要交咱。假使因啊，你阵啊听咱的话哦，咱啊听日本人的话。诶，中国人民，因迄兵哦，是足惊日本兵的，因唔敢入来啦。啊，真可惜，就是迄阵的读册人，人讲哦，台湾就是让读册人出袂掉的。哦，啊，林献堂又过来确定讲，哦，讲哦，叫因家人唔要安尼，哦，啊，迄个总督就讲哦，也遵照天皇的命令，哦，来投降。啊，因着开会啊，哦，
这是林献堂，这杜聪明，哦，啊林成绿，简郎山，我、啊、这当然杜聪明，我来讲哦，这个是，1893年出世，就是还袂挂领号，迄、那个，哦挂领，甲咱台湾，哦大清帝国，甲台湾挂领号，迄、那个日本天皇的前任。来出世的哦，等下咱来讲遮。我因着个讨论讲哦，讲确定哦，讲哦，哦因是要互迄个哦，蒋介石来接收哦，卖讲推动这个台湾主题哦。所以伊嘛向大家讲哦，不计哦，无偌久诶，中国军队就代表民军哦、民军哦，哦来接收台湾哦。啊，即时诶吼，即个台湾独立的迄个的结束。假使讲迄阵诶，因啊接受日本军人诶意见诶，咱可能早着地位正常化，无到即嘛，哦，搁阿未地位来正常化的从。迄、那个琉球群岛安尼啊，哦，啊，伊就迄当时，我听我阿母讲哦，迄当时就有人派人过来讲哦，什么的祖国要过来啊，啊嘛变一个歌呢，就开始咧洗脑啊，嘛不是洗脑，就是开始讲话，讲中国来偌好，拄偌好啦吼，我、啊、大家拢足欢喜，哦，迄阵在咧放。哦，讲什么三民主义青年团，就是才开始咧讲啊！哦，佮咱本土台湾迄阵日本人诶，就开始讲啊！哦，我按遮开会，我拢非常诶欢喜哦！哦，伊就讲，伊讲什么未来咱台湾会当是三民主义的民主社会，哦，啊，大家同心协力来建设台湾。后盖就是，因遮可能大部分拢是拢往二七八啦。啊，迄阵咧日本人咧，哦，有伫日本人伫住伫遮，啊，伫台湾我出生诶叫做万生哦，啊，因拢作守规矩啊，哦。你啊，伊遮讲哦，迄阵诶时阵，咱大本土台湾人迄阵拢无政府哦，差不多。应该是一两个月吼，拢无政府，按个大家本土台湾拢遵守规矩啊。迄阵咱像迄阵福岛发生地震，啊无世界的媒体拢在报讲无政府的状况，迄阵日本人搁遵守规矩，迄阵咱台湾就是像安尼啊。哦，所以咱即马按个即马去有流氓政府加加吼，即马乱七八糟。我伫1945年9月初二诶，吼，日本伫东京诶军舰签即个刀哦投降书，啊，迄阵签约诶时阵哦，是从方会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，因为日本天皇有咱台湾诶领土，迄、那个领土诶所有权，啊，日本政府是伊有伊诶管辖权啦吼，所以这两个要分得清楚。我爱种是伫迄中山堂啊，哦，中山堂遮，啊，大家就先开一个会来庆祝，哦，啊，足欢喜。有诶讲哦，台湾人要会当出头天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个就是苦难诶开始啊。所以哦，真正是读册人出卖。哇，应该流氓政府诶，即个旗啊！用电刀兵哦，啊，讲祖国哦，军队要来啊，啊，大家放炮放甲，哦啊，等下咱看影片哦，伊拢甲这迄人讲的诶状况，人拢啊画出来，然后配乱啊无整齐，种草鞋啊，后壁挂刀雨伞啊，这甲日本军是差足多啊，哦，伊就讲哦，啊，这种诶军队哪有可能打赢日本军？我那看起来，咱从去吃兵的，
根本唔是讲所有本土台湾人拢无了解，有人嘛是有了解吼。就讲哦，拢卖戆啊，迄是美国来拍牌，伊是代表民军来占领的。哦啊啊，有啥物？我伊嘛咧怀疑啊，有啥物那是公控？哦，这是假的啦吼。啊，甲后壁人会来解说。啊，迄阵中国人民的军队哦，伊是足惊日本兵的。因当初是伊唔敢落来的，你看。迄种伊要落来时阵，伊坚持唔落来，结果是美国人哦，用脚踏落来的，啊，恐吓了无？用脚落来的。因为迄阵拢互日本拍甲走投无路嘛。咱看这个影片，有，就点这个。无，应该是这里呢。无，我安尼可能有故障。好啦，后一下我爱阵，咱迄阵咱本土台湾人拢作反。也是讲啊，安尼做翻译吼，啊就做翻译吧。按个你看，迄阵就予美军的飞行机哦，美军即载过来，10月24号成立哦，坐美国的飞行机代表民军的来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啊，迄阵就是伫迄个10月25号吼，台湾伫即个中山堂遮举办，啊，成立来代理民军来接收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你看，伊这，伊嘛咧怀疑讲哦，日本还袂签的时阵呢，哦，台湾的主权未定嘛吼、哦，啊是来民军来接，哦，中华民国暂时来这接收，我希望这个投降。这个投降典礼者，因也是台湾官府哦，伊嘛咧怀疑哦。啊，实际上哦，伊这是咧改变咱的历史哦，当改变咧骗人的呀。哦，根本唔是台湾官府，啊，这边啊插一支国旗，啊，顶面这嘛插一支，伊无画出来啊。哦，等下咱会通用实际图，我大家人看。哦，啊，这安藤利吉，我直接代表哦，向迄、那个。联合国盟军哦，代表来投降，啊，迄阵挂的哦，就是这几支哦，美国哦，啊，英国，啊，这个图就是讲哦，迄阵伫袁世凯因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五色旗啊，五色旗，啊，这是因的国徽，哦，因的国，因中华民国国歌是安尼。哦啊，这个旗诶，咱看啊，车辆旗，咱讲车辆旗啊，这个旗，这是迄阵诶海军旗啊。啊，有啥啊？那看这啊。哦啊，啥啊？伊那无摕五色旗过来，因为当初美国就惊讲哦，蒋介石过来会甲咱台湾接去，所以先用代表这个海军军旗来代表吼。哦，用迄个中华民国的海军旗来代表，代替美国来接领啊！哦，迄当时哦，中华民国是阁还袂流亡的，哦，啊，伊就用海军旗。啊，你看，当初用实际图，哦，只一支美国国旗，哦，啊，只嘛一支。哦，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是美国嘛？我这讲好是假的，实际上爱安怎叫做受降典礼啊？啊，这不是中国战区啊，实际上是叫做太平洋，哦，太平洋战区，哦，台湾受理，哦，受降典礼啊，安尼较对哦，哦，伊讲说，就开始咧甲咱骗啊，哦，有计划来改变台湾的。
历史哦。你若讲，台湾是中国人民的领土，是安怎？伊那分两个战区，哦，一个叫中国战区，啊，一个啊，伫咱台湾的来接收的叫做哦太平洋战区，哦，主要太平洋是日，迄阵是日本甲美国咧战争的，哦，假使讲，台湾是迄、那个。中华民国的，安尼伊根本都用中国战区就好啊，哦，对这就咱看出来啊，哦。哦，因为主要是讲，迄阵国际政治法之下呢，当时台湾毋是殖民地哦，哦，这样你也袂使伊专主权，所以伊爱设置太平洋战区哦，来这接收。啊，世界大骗局，你看，是啊，因这是迄个1995年，哦，伊嘛是插美国国旗，哦，美国国旗，啊，佮这是哦，郝龙斌的时代嘛是插，因为这因呐，因为美国就是因的救命恩人哦，互因来遮会咱待伫咱台湾流亡遮尼久，就是拢美国的，啊来庆祝嘛是，啊，这张图是讲啥？你就看到你刚刚做比较，咱台湾哦，上高级知识分子嘛是够有偏见，哦，是不是？咱确实话无来遮上，咱嘛唔知讲这功夫是假的。迄阵陈毅，迄阵哦，迄个陈毅来的时阵，伊是行政长官哦，哦，成立了台湾省的行政长官公署。哦，啊，由陈仪任行政长官，然后还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。哦，这个台湾省行政长官，就是迄个咱即马的民政府，相当的民政府这个单位，不要这个改变变成的台湾省政府嘛。啊，这个台湾省警备总军，就是迄个美国军政府，哦，是代理美国来建立的迄个军政府。啊，这个已经开掉了嘛，哦，这就是正面的整个的过程哦。因为这阵有时咱阿不出事哦，啊，咱就先用网教哦，大家人去了解。美战就是安尼，哦，就是因是由美国载过来啦。啊，对这个钱哦，你看这是中华民国26年，哦。啊，因为只是中国银行，但个因过来了后呢，伊迄个中国银行伊无都客过来，因为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嘛。哦，因为这个土地已经是日本天皇的啊，所以嘛啊继续用台湾银行，不要人对民国50几年了后，伊就改中央银行啊。哦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的原因就是安尼。中国迄阵的中华民国的钱，中国银行是无法度客过来的，是这個原因。啊，金门马祖嘛是算迄个中国的领土，迄阵你也看到有这种钱，哦，像马祖、哦金门会使使用，哦，因为迄阵的马祖啊，金门是中国的，嘛是迄阵到达即马，阁是同款。拢是中国的领土啊！哦，爱用特别，啊，即摆嘛无这种钱啊！我尾仔咱来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美国政府甲日本政府来签约的，毋是日本天皇哦。所以，伊内底总共有5条较重要的，第一条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二条兵哦，日本政府哦，哦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权。哦，啊，伊条内底是写民意权利啦，啊嘞 claim 哦，啊，第就定义这个管辖权。哦，啊个伊无指定这个受受国，所以日本是讲放弃伊的管辖权了。啊，第四条兵哦。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澎湖
有迄个支配权甲处分权。啊，第二十一条，哦，中国战后印第的优待、的优惠甲实施的内容，无包含台湾甲澎湖。哦，啊，第二十二条，哦，确定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。哦，这四条是甲咱。甲咱台湾足有关系，啊！即旧金山和平条约总共有二十七条吼，啊，毋过伊个内容无讲到日本天皇，吼，所以日本天皇诶，就是等于讲吼，日本天皇伊无放弃咱台湾诶领土主权，所以日本天皇犹原阁有咱台湾诶领土吼，领土诶。所有权哦，所以这咩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就是是甲日本政府签约了，无甲日本天皇，所以讲原因就是安尼。啊，是安那讲，咱台湾民政府若讲反对哦，反对哦，美蒋建国甲独立主义，你若讲美属。美国甲咱占领咱台湾是日本的土地吼，啊伊啊根据这万国公法呢，哦，主权的领土是袂使分割的，伊敢会通占领？啊占领的时阵，伊要按照这个国际战争法，哦啊来成立一个军政府甲民政府，哦啊，这个军政府也认为这个台湾地区啊一定安定啊，伊就爱离开啊吼，所以咧。占领是袂使迄落遗传主权的哦。啊，建国独立哦，若讲建国独立，即马会得到进展吼，伊拢向流氓政府来抗议，讲要独立，安尼敢得？伊是找唔到对象哦。因为咱即马台湾领土是日本天皇的，伊应该找日本天皇。啊，搁即马下网络 FB 哦，看台独的网站，伊嘛常常，伊嘛嘛咧改变啊。哦，即马嘛开始咧找，伊开始找迄落。美国政府，哦啊，所以建国独立主体这种是袂使的，是主要是政调的关系，哦，这样袂使遗传主权。啊，咱若要国际正常化的，哦，正常的迄个流程就是安尼，哦，就是宣传，就是。哦，宣战哦，啊，成立那个军事政府，然后军事来占领，然后成立人民政府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过尾啊会建设政府，然后结束占领，哦，占领过撤军，哦，啊，成立正式的主权国家，哦，啊，像咱台湾的这個主权国家，就是日本天皇哦，啊，毋过。那个美国政府，伊煞继续这个流氓政府的来治理咱台湾，哦啊，结果这流氓政府拢无按照国际战争法哦，哦，甲咱招兵，哦啊个甲咱移办哦，啊违反这个人权，所以咱尾啊倒来告美国的原因就是安尼，哦，伊。尾啊，伊成立警备总训甲警备总部啊，吼，就是像我讲个军政府嘛，啊，甲迄个民政长官吼，那就是迄个民政府，啊，民政府应该是爱咱本土台湾人做啦吼，啊，佮尾啊，伊佮改变咱个国，甲咱个国籍变成中华民国国民哦，这嘛是违反国际法嘞，啊，就对只错误个开始啊，吼，开始的。就是咱本土台湾苦难的开始，拢一直做流氓政府的奴隶吼。啊，咱即马就是要安尼，就是要按照国际战争法，哦，让咱国际地位战争化，就是安尼。咱即马目前，进行迄个成立个就是成立台湾。哦，警备总部甲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哦啊，尾仔因成立台北，就是中华民国联防在台北，哦，因的流氓来到遮，
伊这个方法是唔对的啦，哦，哎，尾啊，伊就伫国际战争法呢，会政治台湾呢，成立一个台湾关系法。这個、台湾关系法嘛，唔是对咱台湾本土人真嘛是无好的。台湾关系法主要是咧保护哦 ，the people of 诶 ，the people on Taiwan， 或者是住伫台湾顶面诶人，啊 ，the people 是特别嘅一群诶人，哦，这 the people 就是指中国难民啦。哦，做台湾关系法主要是咧保护哦中国难民的，唔是保护咱本土台湾，是间接啊。啊，这個、台湾关系法哦，等于拢咧甲叫咱本土台湾出钱来买武器哦。那按照国际间接法哦，迄、那个军事占领是袂当叫咱本土台湾人来做兵，啊嘛袂使买武器，因顶多爱叫迄个。军政府爱派兵过来保护咱本土台湾人，安尼较符合国际战争法。所以，咱即摆要行就是这条路哦，法理台湾哦，就是法理台湾，就是根据诶古昆山和平条约诶，是台湾美国军政府下成立军政哦，甲民政就是美军，我台湾民政府啊来申请诶本土台啊，申请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。哦，这个是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主要咧保护咱本土的迄个台湾人。哦，咱即摆在行这条。啊，你两看维基百科哦，哦，因嘛有这个例啊。维基百科里底，哦，这是迄个琉球的，哦，琉球伊嘛是同款，嘛是对军政开始，啊嘛有形成迄个民政府。啊，这是朝鲜下时阵没有，因为之前朝鲜嘛是大日本的领土之一嘛，唔是领土，就是殖民地之一啦。哦，啊嘛，美嘛是美国占领。啊，嘛是成立的军政甲民政，哦，这就是伊的民政、军政甲民政哦。哦，恁维基百科会当去查。啊，台湾呢，所以台湾目前国际地位就是日本天皇保佑咱台湾领土的迄个所有权，啊，美国总统保佑台湾领土的占领权，就是日苏美战。啊，搁有安尼个咧，敢会当予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？哦，搁欠一项嘛，搁欠一项啥物个？爱搁美国，美国甲咱占领，用迄个模糊政策哦，用台湾关系法，啊，予即个流氓政府继续直接治理咱台湾，糟蹋咱遮台湾，啊，拢无人权，所以。咱的林志坚秘书长就走去告美国，你爱遵照这个国际战争法来，哦，安尼啊，无你有安尼有这個马关条约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嘛是无路用的，你爱伊啊告伊较会主动者，啊无美国伫这個台湾关系话的利益足大，就是咱也买武器啊，所以告伊较会唔敢安尼做啊。真相从这边开始，就是2006年10月24日，哦，一个美国总统啊，哦，啊，这法院判决，因咧辩论的迄个过程，迄阵因的辩方律师搁个讲哦，搁讲什么哦，两边共同协定。哦，防御协定哦，伊就甲台湾的主权互中华民国啊，讲白贼咧，尾仔伊有迄个英国军也吐槽。啊，咱去迄个，咱主要是搞啥物嘢？搞台湾国际地位，甲台湾人权保护诉求。哦，国际地位嘛，咱因为咱即摆国际地位还袂正常化嘛。啊！甲台湾人权保护诉求，我问你呐，咱今咱这个国会对已经过去了，对地方法院
哦，啊，上述法院到最高法院哦，到上述到最高法院哦。啊，假使讲，咱若对这地方看出来吼，咱台湾民政府哦是绝对会执政的。安怎讲？那高级民哦，咱台湾民政府就确实是真的啊。啊，无我问恁大家啊，中国人敢人讲用迄落即个哦，中国人权诉求，啊去美国法院也过，敢有法度开庭审查？绝对无可能的啊，因为那是英国来的代志啊。啊，咱这台湾人民诉求有啥物人法过去美国的法院？就是美国占领地嘛。啊。哦，这是罗马语啦，这就是哦，国际化加人权啦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你对这都看出来啊，咱对，咱也对台湾移民哦，咱台湾民政府就是真的啊啦，我啊，尾啊，最高高等法院的确定的讲哦，64年来本土台湾无国籍嘛。啊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政府，无国籍社会，承认的政府嘛，无政府嘛。啊，本土台湾游玩呢，我个生活是政治的联合。啊，第四呢，就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呢，美国是军事占领地方，已经是确认知影啦。我啊，尾啊，最高法院判决哦，美国最高法院，恁会使去查，我才有伊的网址，哦，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，不要美国的哦 ，United States， 美国安怎 ，Waiver of Right， 放弃抗辩权啊！啊，你啊上诉，一般上诉的程式就是安怎，诉讼原告、被告任何一方放弃抗辩权者，就是承认对方程序的正确嘛？美国放弃抗辩权，就等于咱承认，咱台湾民政府过的拢是对的嘛？啊，尾啊，伊不是恁顶三这顶三，你也去查原因，员工拒绝。按个拒绝的原因有几落种，伊也有 reject 甲顶三啊。那驳回时阵，就是 reject， 顶三就是讲哦，因为美国因是三权分立嘛。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我之前无用咧看，伊是日本政府放弃这個管辖权，啊，无指定对一国嘛。啊，所以伊法院看这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无都判，伊旧金山和平条约伊也无写讲伊要台湾要互对一国啊。伊要互对一国，就是爱互美国政府国务卿来做决定的，因为伊主要签了国嘛，所以伊才开始判普京顶上暂行搁置。当美国合作咱台湾民政府，互咱台湾迄个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接到第二款的时阵呢，伊就会判决啦。迄阵就这就迄落出来啊。所以你若看遮哦，我来讲，若讲这台湾民政府过很有可能，因各个各电看伊啊，各美国 United States 美国政府已经控制抗辩权啊。啊，各台湾人啊，各看袂出哦，迄只毋知要安怎讲啊，所以恁。家的人拢有智慧啊，所以有时即张就是咱维持咱台湾民政府高大各地的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即摆要来讲哦，像咱那吼读册人出袂掉的，伫基本时代那吼读册人出袂掉的，因为迄个大清帝国伫你咧视频台湾哦。200多吨啊！啊，因拢用迄个儒教啊，吼，就是孔明的思想，吼，啊个汉学吼，啊来改一改，就是变成讲，哦，就是即马中国做个用民族主义的，哦，你不管你在大多都你拢是伫中国的后代，对汉民族的后代啊。你看，即阵你看，即几个拢个穿西装，敢穿迄个中国服啊？啊，所以伊的思想吼，伊的思想，佫是认讲台湾就是啊，中国就是伊的祖国啊。啊，因迄时当时因成立一个台湾文化，哦，台湾
台湾文化诶，因着成立一个台湾文化会吼，啊，因这个文化是指啥物诶？就是汉族文化啦，哦，就是汉族文化啦，就是继承中华文化，所以因的思想头壳内底拢哦，拢是着中国诶文化。啊，伊迄阵是甲蒋渭水是拢做伙诶吼，你看嘛，迄阵蒋渭水过身了后，伊就对面看这个旗啊，这旗啊，恁敢捌看过？诶，蛮多啊，诶，伊蛮多，马英九咧宣誓时阵，伊嘛摕这个旗啊出来。迄阵伊个意思是讲哦，伊要咱想要接民政府个对伐？伊嘛要成立一个民政府用这个旗啊。按个咱得各大省啊，按人民政府嘛无遐多，啊，所以因这批人根本内底诶头壳所得拢是对汉民族诶文化，哦，所以咱也出袂掉，就是安尼。我叫做台湾民众党哦，大中国思想，啊，即马阁足严重诶。起码七十年的教育，做出来又阁是，又阁是有这一半的意向啊！我啊，伊讲汉人几百，大清帝国几百，因着用这套啊搬出来，老夫子搬出来，把汉民族诶哦变成清王奴200多年，所以这儒教诶是做好控制中国诶百姓，咱台湾去。台湾本身嘛是差不多啊。我这就是咱有出袂掉，就是遮，咱拄仔有已经看过啊。那卡斯也无用哦，咱台湾走到地位渐升化，无可能搁搞即嘛，搁互日本政府吞达70吨。我即摆我讲的这多聪明吼，你看伊是1893年出世的，啊咱。但日本接收咱台湾是1895年嘛，我是前两年的出世啊。啊，因为伊迄阵细汉拢都受到汉学啊，就是汉水儒家诶迄个教育哦，所以因拢认为哦，中国就是伊的祖国啊。啊，你也足奇怪，伫1913年吼，中华民国。袁世凯哦，行为感到不满，然后就找他同学翁俊义赴北军，然后豫江的霍乱的病毒植入水源来刺杀袁世凯，并没有成功。你别看他足奇怪，伊因大日本的人先啦，佮走去要刺杀这个了袁世凯，所以呢，大家拢对中国的物件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吼，即马阁有媒体，吼，阁较严重，所以咱执政了后，咱下届吼会用咱正常的教育，吼啊，互咱本土台湾人，吼啊，阁正常的历史，所以咱20吨唔免选举嘛，啊，就是经过20吨正常的教育，正常的历史。啊，20吨了后诶，咱一挂少年就已经出社会啊嘛。啊，迄阵咱较来实施诶，咱民主诶制度，知影讲这张票是神圣诶吼，毋是讲会咱随便白掉诶。迄阵咱较来实施民主，啊，咱即马暂时20吨至30吨诶在军政吼。啊，无你即马你也搁用民主？来选举哦，咱绝对是选输伊个啊！因为拢规个教育拢互因已经迄、那个已经洗脑过啊，所以这个民主的选举是假的。所以啊，咱爱学日本人啊吼，这个福泽谕吉一票就是用这张啊，得用这个人。伊迄阵呢，得提出脱亚论啊，哦。如果讲明治维新的时候，应该要放弃中国思想跟儒教的精神，然后吸收学习西方文明，所以台湾民政府嘛是同款哦，啊，佮执政了后，拢会去中国化，把这中国物件、这物件拢啊
哦，弄啊，弄啊，弄啊，去除掉。啊，咱要去中国话上紧的方法就是文字嘛，哦，对文字开始改嘛。啊，全世界遐青色的呀。哦，咱我是建议是讲用罗马字来做咱台湾的迄个文字，有80%的国家拢用罗马字。啥物叫罗马字？就是用 A B C D 26个字母组成的文字，叫做罗马字啊。哦，英语啊，啊法语啊，西班牙语啊，啊瓦拉马西啊，哦，啊个马来西亚，这拢用罗马字的。啊，你啊看，你啊看这个。用文字的人，因伫这因总共有14个邻国，因拢唔敢用中国字啊。你啊用的哦，也是嘛唔敢，哦嘛唔敢甲因讲同款的话啊。啊用啊甲因讲同款的话，佮用同款的字，才到去学袂啊。所以咱啊之前了后的，哦咱来用咱的母语，哦啊官话就是美，就是英语加日语啊吼。安尼看，咱完全去中国化了，无当然，得个，这咱台湾民政府，若无安尼用哦，得个从迄个，从迄林献堂安尼，哦，搁要转去中国，啊，这又是我的想法吼，哦，罗马语吼，这下口就是罗马语吼，哦，这是台湾民政府嘛。哦，这个 T 然后得啊，这 A 啊，这 I 哦，得 I 带，安尼就是一字啊，做方便。哦，台湾民政府啊，这是国破学，从恁的身份证啊，证出来，拢用罗马语。哦，啊，咱即马就是美语加日语嘛，高沙哦，高沙族语、平埔语、客语、台语。哦，咱会当发展的罗马语共同的拼音哦。啊，因为罗马语伊的优点就是讲，伊因为汉语的发展就是一字音嘛。你要有迄个音，你要找迄个字出来。啊，罗马字唔免啊，你得讲出来，你得按，得按用二十个字的字母啊拼出来，做方便。哦，哦，这就是用罗马字写。你若要学，你敢看会出来？啊，中国人看，啊，恁敢看有？所以用这个字，你得按啊切开，就完全去中国化。啊，这学紧紧下来啊，迄汉语吼。迄个要对细汉学到国中，你靠法就完全写完整的文章诶。啊，你啊罗马语差不多3个月，迄系统你啊3个月学，你就会晓。你啊会晓讲，就会晓写；你啊会晓写，你就会晓写，你就会晓讲啊。啊，足简单诶。我咱一定会即种，咱绝对是一定会即种。我咱即马就是要行国际竞争法吼。哦，成立迄个军事政府，哦，伫美国军事政府之下成立即个民政府，就像迄个伊拉克安尼，伊拉克因个战争嘛是同款成立一个哦军政府吼、哦，美国诶军政府，尾仔因嘛是哦，在2010年8月28撤回哦，尾仔因嘛是爱走，同款吼，咱台湾嘛是安尼，哦，咱是希望哦。美国是占领较久的，啊，予咱台湾拢建去中国化的时阵吼，咱较来恢复咱大日本，吼、哦。啊，美军已经入来啦吼，从迄了后，迄个什么清泉港啊，是迄个屏东机场，拢会通看到因的飞行机哦。啊，因。因即马美国要开始进入即个亚太啊嘛，所以就开始咧征兵啊吼。哦，伊拢尽量找会晓讲华语的人。我都募兵啊，歹势，呀募兵，我开始咧募兵啊吼。要啊，嗯，都尽量会晓讲华语的哦，靠唔变迄个，嗯。啊！你啊看看这影片，因来因在去学校啊，美国学校嘛。25周年，同时举行新建校舍动土典礼，地点其实就是原本借用胜利国小旧校区的用地。
是否透过合法租赁程序将旧校园重新活化善用，原址新建新校舍。在隆隆的鼓声中，高雄美国学校新校舍破土开工，市长陈菊、AIT 高雄分处处长欧介林等贵宾手持金铲，共同完成中古味十足的动土。这是高雄的美国学校完工以后，那可以提供在高雄所有的学生从幼稚园到幼稚园哦，对囡仔幼稚园就开始的，所以美国个时代整个眷属校园。旧校园活化善用的新校舍预定2016年完工，除了设备更新颖，也将成为台湾第一个绿建筑最高等级认可的学校。新唐人亚电视李娟农叶子芬从高雄报道。那是看这影片。AIT 美国在台协会预计在2014年就要搬到台北内湖的新家了，而这栋新馆是各国在台湾盖的第一间代表处，造价高达新台币63亿。不过虽然不是最贵的，但是主打的是绿能建筑，而且 AIT 的发言人说，为了安全的考量，所以工人一半是台湾人，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施工，就是特别由美国工人来台湾施工。这是美国，一看到媒体接近，工作人员立刻提高警戒，拿起了相机。这看起来卑鄙寻常的工地，就是 AIT 未来在台湾的办事处。向政府租下内湖这片山坡地，美国在台协会正在盖新大楼，不但工地戒备森严，甚至连部分工人都从美国空运来台。年底一定会盖好。这工人一般是美国人，可是一般是本地人，所以多半的。啊盖楼真的是本地人，那个从美国来的是做特别的，那个安全的那样的部分。啊，现在美国的军机能去买松山机场，啊，再放起来。见多松山军机场上出现了这个直升机的 United States 的美国军机，罕见的停在跑道上，这个画面让摄影迷、军事迷为之疯狂。美国空军专机队的啦，哈，他那个他们737这个飞机啊，通常就是周边有那种议员要来台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会出这种专机任务，机就乖乖地待在松山军机场。按照过去的规定，美国军机是不会在非邦交国的地方过夜，而这几年逐渐松绑。过去的话来讲啊，就是这个飞机飞来，然后美国这方丢嘛，对不对？他飞机就会飞到琉球的加守那空军基地去待命，因为双方的关系比较好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飞机也可以在台湾过夜了。美国军机是在晚间6点左右飞离台湾土地。我这海啸就是因要对平潭岛的吼，啊，得足因顺行，哦，伊今摆咧开始咧准备啊，哦，咱载330台的车呢，把咱绑起来。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也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。哦，啊，这是机票，台中啊，吼，不是机票啊，这是准票啦。来，干嘛咱去观光？会啊，你有钱就通开啊。来放一下，我来看平潭岛。好，继续节目当中，我们来谈台湾最近的台风台风情，啊，台风情是那个，在大陆中央选定它成为两岸综合实验区之后呢，3年之内迅速开发。那么现在呢，开通了台中、台北两条航线，而船行时间最多只要3小时，在实体交通上呢，非常的方便。未来也将投入将近70亿台币，建设全岛光纤网络、3G 无线覆盖以及离岸数据中心等等项目，要打造平潭岛成为一个智慧岛，也成为两岸通信交流的新平台。汽笛长鸣，丽娜轮捷缆试航，缓缓驶向海峡的另一头台北。继开通福建平潭、台中航线后，两岸大渡轮时代再添胜利军。海峡加上丽娜号，明年大概它载客量大概平均多少？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。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，平潭不论直航台中或是台北，最快只要2.5小时。货运处长三角、珠三角更是一天搞定，已经有眼明手快的企业大张旗鼓，砸下336亿台币投资打造科技。
哦，就是这张。哦，因签了 X 了后呢，就是国共和解了嘛。当初美国叫人来遮，就是要反抗共嘛。啊，就用这个理由讲，恁已经会使走啊，恁已经无这个功能啊吼。哦，啊，美国会亲自来占领，啊，叫迄个金武聪，哦，来指挥。啊，咱所以咱等即马上电话，就是在做这物件，但是来申请身份证，啊，无就来上课，加入咱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，哦。啊，即我准备着彩排啊，伫咱中央挂的牌啊，哦，即两个阮查某囝。我这挂车牌，警察伊拢袂甲咱弄，哦，因为咱这车牌是美国军事政府所予咱台湾民政府来发行的，哦，伊也看到美国个移动。用无得来处理吼。啊？啊，所以白白爱挂呀。啊，这个影片也放落。哦，你看这是迄个以前哦。对啦，啊，我著甲你讲，你有恁的，你有你的讲法，我嘛有我的讲法。警察就能安排啊，伊看伊安怎处理，无得甲咱处理。你伫口口声讲，你叫做台湾的中华民国。啊，著甲你讲，中华民国都不存在啊！你敢若讲？按照中华民国宪法，啊！你跟你讲中华民国都无去啊！你家己去上网去查啦。啊，后安尼啊，公安袂使。就跟你讲中华民国没有了，你记得哦。我问你哈，你们现在的红单子上面还有中华民国吗？这你起码可以安装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字眼。没有没有。它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。伊有跟着走了。你讲中华民国，我问你，讲中华民国还存在吗？你唔知道台湾民政府，也许算了。我都甲你讲，台湾民政府在这个物件，这民政府都是真的哦。有开按个开的，因拢警察拢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没有错。我上面已经有标示，第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子？那你因为这一看我是怎样设啦？你看这个已经讲安尼，你有看无？啊，这个折损啊，号牌的折损啊。啊对啊，折损你无你开折损的单嘛？无啊，你这嘛规定悬挂，你这嘛无电话。啊，我今天无你电话。稍等嘞，稍等嘞，我今日已经去，我这今日再去监理所去验嘛咧啊。这是监理所，我有去咱的台湾新闻前甲咱台湾的新闻一车牌两地悬挂嘛。新闻，去安尼就好啊。我今天没有违法，我们今天是照我们的中央。本来就违规，你没有违法。啊，无要紧，啊你开单嘛，你若认为我违规，你给我开单无要紧嘛。违反你的中华民国的规，你去开单子没有关系嘛。对啊，这个他也跟你。你认为讲你中华民国是个政府，台湾民政府也是政府呢？我们今天没有违法，也没超速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问题是你悬挂的位置。啊，你开单子嘛？我就跟你讲，你认为我违规，你开单子，你开单出来啊！我就跟你讲，你即马包括你红单三转嘛，无中华民国。驾照咧？我迄张就是驾照。有，咱台湾新兵证件就是驾照。按照。好啦，你按照你甲我开单，你甲我开单。你的驾照也不是。我知啦，你就甲我开单嘛。就是车子的行照嘛。是的。不是写驾驶，不是 driver license 嘛？是不是？这张叫做驾照，今天叫做起码你拿。然后可以是咱的行照。台湾政府的什么身份证，这也不是驾驶执照。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的驾驶执照。有、啊。那是你的。你可以求证啊，对啦。我来跟你讲，你努力的光环，我努力的光环。啊，不，你安光山的光环，中华民国，有啊无？嗯。你刚一直甲我讲，根据中华民国什么物件？你是倒一国？道路交通管理处罚。哎呦，卖多阿公诶！我知啦，我没有违法，你可以开单子。你会使开单，无要紧，我接受。你本来就没有违法，你只是违规而已。啊，好嘛，你开单嘛。我即马甲你讲，你会使开单嘛，我收嘛，我来罚款嘛。对啦，我即马我的意思是跟你说明一下。啊，你就开单子，我没有叫你不要开单子啊。哎，拄仔连个甲我讲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都甲你讲无义啊，你讲中华民国。你即马红单撒出来，顶头中华民国，我头早互你做椅啊坐啊。上面不会写中华民国，上面是。啊，我你刚才这么，你刚为什么一下车你就说你中华民国？有啊，哎，有诶，较菜鸟，知影，啊，就叫伊去较问因主管，伊就知影。你卖，我甲你，我无甲你乌白讲，我今日再去。我说你开在道路上就要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。对了，我安全规则。你也知影吼，台湾这块土地主人是虾米人？你知唔知？台湾民政府是这块土地主人啊。台湾民政府，哎呀。
你上好用无线电问你的主管，讲台湾民政府到底是啥物单位啦？无线电的问你知影？你着想看卖，下咱过去美国，咱台湾民政府着成功啊！你有改名？我改姓。改姓。我以前姓方。啊，恁这甲好，通爱用啊，讲互恁朋友知呢，知无？咱台湾民政今，咱个来上课，搁差600+个哦。我甲赶紧紧招人来。我来讲，你若讲我，上好是招少年的啊，吼。悬挂或是怎么样，你著开单开单就好啊嘛。我著请你开单。小蔡，你甲放下蕉无？我等时间紧买了，你也放下蕉。我蕉还好。搁落靠后边。我唔是非法，我的物件你是冇甲无去的。尾仔嘛是办照，无法啦，无法度啦，无法度甲咱处理。头前的安排的车安尼，甲我的同款啊。来啊，这就是去年啊叛变的这的人，你啊应用那些个的车牌要安怎？你用调走的啊，哦。所以哦，就讲美国政府甲承认咱台湾民政府运行，咱是原告，其他什么所什么李克克的组织，迄种美国拢无承认的。哦，你啊，啊，咱这是宜兰州吼，设伫迄个警察局的对面。你用这张画人看，讲台湾民政府隔伫个地。哦，啊，这是三重郡的，嘛是放伫迄个警察边。那讲我安尼，啊你啊，伊阁找一个警察做位来翕，啊，这个无挂白牌啊。哦，安尼台湾民政府是咧隔地，要安怎隔？啊！你若讲叫警察，你若讲咱是诈骗集团，警察哪不来取缔？伊也不取缔，伊就渎职呢，等于伊犯法呢。啊，这你看，这也无插咱即世的机啊，啊写安尼，这牌啊，敢会美国贴？不，会警察贴袂？阮会嘛？你若本土的社团，伊刚刚写安尼，唔敢啦，写会得警察得来，这来找啊。人台湾民政府几啊吵的，伊拢唔敢来安怎？哦，欢迎美军亲自占领哦，消灭中国流亡政权。哦，有辣的。哎，刚伊刚因成立的时阵哦，拢警察拢来维持交通呢。哎呀，你看嘛。哦，警察车。哦，阿个一电视来。哦，啊，搁请刑警哦来维持安全哦。哦，啊，即咱的屏东的高雄的同心哦，迄个副首长嘛。啊，安尼你安尼甲讲人啊紧啊，真正咱台湾民众是确定真正是要执政啊。啊，恁紧好康啊，爱到小报啊，无了暗砍嘞。哎，啊，即个是进前支持哦，深蓝的诶。台独的啊，现在他已经敢加入了，就是他啊。哦，深蓝台独。对啊。他现在加入了，他叫做周明文，他是台中州的郡守啊。他说，我长大了，我到美国。哦，有对不对？对啊，连侵略的台独的都跟也知道。啊！我一天去台中哦，看警察车吊钢啊停在边啊，吼、哦！啊，
啊，你啊这 FB 的留言，你啊七十几个，平常我 FB 拢按去十几个咧按赞的，这按到九十几个，啊，这张啊，哦，按到九十个。哦啊，即卖滚手吼，即卖你啊，高级班诶，初级班高级班上了吼，你着爱去滚手去申请，去买这个牌哦，来挂啊，滚手去找滚手，哦，去遐登记。啊？哦，因好买，你爱遐去遐问啊，爱遐问。我即卖进来，紧招大家来申请身份证，申请身份证有足侪个。福利嘛，即阵大家拢知影嘛吼。第一啦，就是啊，介日本政府借的住宿贷款拢唔免啦，拢唔免还啦。哦啊，满十八岁的囡仔拢有一间厝。啊嘞，那个啥？一间啊，一间啊。无啊，都有一间互人住底话啦，一间住啦。啊，是安怎？这要住起来，因为中国人民哦，有300多人一定会对金门妈祖嘛，啊，空出来就是护家，啊，申请咱之前进行申请身份证，绝对有这个福利。啊，然后咱之前了后呢，迄福利会我迄就不一定啊，哦，就不一定甲即马公共迄会有同款无？啊，咱唔免哦，迄、那个，即马就进来做这项代志哦，申请身份证甲。哦，就来上课。我即我阵，我的团队吼，我是顶群的团队咧，哦，伫外口来，迄个做宣传，哦，啊，迄阵拄着高雄，我拄着，迄阵阁有嘛人挂这，哦，所以恁即马队紧，哦，高级班上了，啊，找一两工啊，迄个，阁去位。验证一下，讲阮讲的是不是真的？这网络拢有啦吼。我今日就讲到这，我多谢。各位同心，稍等一下哈，我这边宣布一下，等一下那个分组讨论的地方。